我要修复。 今天来我就是要正式通知你宁宇轩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宁府的大夫人谁想做谁做，本姑娘不做了。所以从明天，我就要正式离开侯府，我要修夫。修我？对啊。嗯。听不懂啊？还是不识字啊？那上面写的很清楚啊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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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。这自古以来只有夫休妻，还从未听说过妻子修夫啊。什么意思啊你？ 哎，大夫人说的不无道理啊，犯错不分男女阶级，不管是谁，若是犯了错，都应该勇敢承认。这位兄台，你想法很正确啊，虽然我们素未谋面，但是你一定是个明辨是非的好人。兄台？不是，我怎么成兄台了呀？啊？不是，桑榆，我。 陶思维，你不会把我给忘了吧？大夫人失忆了。失忆？你失忆了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失忆啊？我不信。你们俩先出去。不是，你就来了这么鞭子，怎么可能失忆呢？不可能。你们俩先出去。哎，你别闹了，我是陶思维，你跟我装傻是不是？你我要金疮药，你自己要用啊。 我给你带的，千万要用啊！金疮药，他怎么可能失忆？不可能！这两人真是……聂桑榆，啊，本侯有爵位在身，所有的亲事都是皇上钦定的。你若想离开宁府，找皇上说去。好害怕哦！那皇上压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管谁同意，刀架在我脖子上的时候，你管过我吗？啊？ 你念过一份旧情吗？旧情，本侯就是念在旧情，所以才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纵容你啊！<笑>木须，你听他讲的好不好笑？说什么鬼话呢？对我施鞭刑，那叫纵容我。我你是不是脑子有泡啊你？我这顿鞭子，就当是给你的一个警告，有什么话，等伤好了再说。 我在这儿我就好不了，在这儿谁帮我当好人啊？我说了，那些事情我都不记得，不是我做的，有人信吗？你信吗？现在好了，你我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，那为什么你还要把我困在这儿？我就是要走，我告诉你宁宇轩，今天不管如何，我都要走，我就是要休了你，我就是要离开侯府。谁让你们把大夫人抬到这儿来的？是大夫人。 把大夫人请回思过阁。是。等你找回记忆之后，再来跟我说这些话。哎，先放下，先放下，先放下，没让你走呢，先放下。夫人，宁雪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还治不了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离开这儿。